来我们有请映客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干兼喜女士，可以上来为我们颁奖，还有新生代人气偶像许魏洲。先有请三位女神来到台前。我们请 Jesse 还有周周为我们颁奖。好，帅气的周周，好上台了，来，奖项就在身后。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恭喜恭喜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合影留念。今天是女神们的大日子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公益女神冠军楚楚宝宝。谢谢映客开设公益女神这一赛道，感谢墨水对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。然后做公益从我开始，从一点一滴开始，么么哒，爱你们，太棒了，谢谢楚楚，加油加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创意女神吴春怡，特别感谢映客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展现自己。在樱花学院这段时间，我学会了很多，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我，经常来我的直播间刷礼物哦，谢谢。谢谢春怡，恭喜。谢谢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晋女神毛毛呀。然后其实今天蛮紧张的，因为在台下坐着的所有人可以说都是我的前辈们，因为我是一个直播刚满月的宝宝，今天是我直播的第33天。哦，也非常非常感谢映客爸爸可以给新人这次机会。在最初的直播中，我有胆怯也有退缩，但是在比赛的过程中，我认识了很多的粉丝用户以及支持我和鼓励我的人。今天在台下就曾经在我比赛中帮助过我的人，那在这儿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。而且在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，也是我的直播中的一个伯乐，然后也是我直播中的老师，她是天籁女神豆姐韩世博。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鼓励，也没有我今天的这个成绩，所以我谢谢所有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的人，感谢大家。谢谢。在今后的直播道路中，我会好好的唱歌，好好的直播，把更多的快乐带给所有的宝宝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三位，谢谢三位，谢谢。同时也有请 Jessie 移步台前。来来，我们再合张影，再合张影。来来来，再合张影，再合张影，当心一点。来，周周。好的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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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位女神。那我们要请男神留步。啊，嗨，周周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周周好，周周好。你看，一说到周周，全场的朋友，哇哦！大家肯定非常期待你等一下的演出。你平常有在玩直播吗？没有啊。非常专心在做音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其实我平时也看到，因为我身边朋友有玩直播的，然后我觉得今天特别感谢映客，因为我觉得映客是一个特别大的平台，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用映客。是、嗯、其实我们三位都没有直播，就没有开直播，我们应该就在映客开个直播。对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是希望能够影响到年轻人，年轻人其实就在映客的那一头，他们在关注着我们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很多朋友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来关注周周的精彩表演。乐队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周周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光，来，有请。哇哦，谢谢。
我喜欢流浪，去向远方，累了就到宇宙躺一躺，丢掉行囊，张开翅膀，拨开云就摘到月亮，就算被外人阻挡，也请你不要失望，我不再继续幻想你为我不再迷茫，我要的力量，我要的梦想，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，我要的光芒，我要的方向，绝不轻易的倒下，我要的力量，我要的梦想，让我变成一道光，我要爱爱爱爱自由的光芒。习惯流浪，去向远方，累了就到宇宙躺一躺，丢掉行囊，张开翅膀，拨开你就摘到月亮，就算被外人阻挡，也请你不要失望，我不再继续幻想你为我不再迷茫，我要的力量，我要的梦想，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，我要的光芒，我要的方向，绝不轻易的倒下，我要的力量，我要的梦想，让我变成一道光，我要爱爱爱爱自由的光芒。我要的力量，我要的梦想，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，我要的光芒，我要的方向，绝不轻易的倒下，我要的力量，我要的梦想，让我变成一道光，我要爱爱爱爱自由的光芒，我要爱爱爱爱自由的光芒。谢谢。其实我今天和亮英姐一样，因为我们刚刚从那个 Billboard， 然后特别荣幸参加了观礼，然后从美国回来，我现在就感觉我是晕的，时差没有倒过来。非常感谢映客，然后邀请我来到这个舞台，然后见到大家，然后今天。来了这么多我的女神们，然后也有很多可爱的嘉宾，然后可爱的主播们，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下面一首歌放。
相未知世界的远方，追寻着发烫的日光，用理想画面书写了漫长信仰，眼神中憧憬着海浪，在穿越不呼吸的城周周给我们带来这么燃、这么热情的歌曲。好的，